好，大家午安，欢迎收看《前进新台湾》，我是许桂雅。下个礼拜一，世界卫生大会就要举行了，有一种无奈。 有个来呀，台湾一直到现在呢，我们还是没有获邀，没有收到邀请函。不过呢，不用这么早泄气哦。我们来看哦，阿中部长说他为什么讲这句话呢？说已经起风了，因为我们的14个友邦都完成了提案，呼吁 WHO 邀请台湾出席。还有呢，是美国的205位的众议员写了一封信给谭德赛，以及欧洲的106位政要联名写了公开信给欧盟会员国的卫生部长，呼吁要支持陈时中出席 WHA。 不过呢，中国你来看，他们还是这么样的阿爸哈，因为台湾不接受一中原则，他们是这么说的，所以呢，你没有办法参加。陈时中说呢，我没有办法接受本来就不存在的东西。好，如果说用一个车祸来形容的话，武汉这个肺炎的源头，那中国算不算是一个肇事逃逸呢？美国总统川普继续他又出招了，他说我们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包括什么？包括全面的切断跟中国的关系哈。如果这么做的话，他说可以省下5000亿美元哈，指的可能是贸易逆差的部分哈，要给中国一些惩罚。还有一件大事情是晶圆代工的龙头哈，这是台积电，他们宣布将会投入3600亿到美国去设厂，这背后是什么样的意义？稍后来解读。还要看哦，是川普跟习近平哦两边的角力不断。其实美国智库他警告说，未来美中之间冲突的话，可能会在哪里引爆呢？他说我不是台湾，就可能会是在南海。 稍后也要进一步分析。他来看的是这个是讨论度非常高的一个议题。这是副总统陈建仁在520，他即将要卸任了，他是放弃了副总统的卸任礼遇。好，4年国库可以省2000多万元，很多人都在赞美这个陈建仁，但是呢，李来希他却是出现一个大崩溃的情况，他是批陈建仁是大骗子。好。 到底是要批评什么呢？他质疑的是说，陈建仁回任到了中研院去做特聘的研究员，月薪40-50万元，比他卸任礼遇月俸大概是18万元来讲，是高出了许多。不过我们看看的是民党副秘书长林鹤鸣，他是反讽这些质疑的人，你是不是有这个心事狭隘症候群呐？他是回归一个研究工作，又不是说退休了翘咖连退休，还有高薪可以领，这情况呢其实是不一样的哦。那么罢免韩国瑜这一块哦，倒数22天了，韩阵营现在还在困兽之斗。好，他们再度呢又做了一个动作，再次的去申请暂停执行罢韩的投票。还要看到是市府顾问王请秋，他是说司法程序他真的说几个整不是一个输赢的问题，而是留下历史的记录。不过呢，这样的说帖其实很难说服多数的人啊。你就是故意在阻挡人民行使罢免权嘛？哦，也难怪呢。我们来看这个画面哦，这是今天呢在高雄市议会的情况哦。好，今天呢高雄市议会是开议的，在议事厅里面满厅都是罢韩的黄丝带。开堂之前来介绍今天的来宾，首先欢迎的是前民进党副秘书长徐家清。 各位好，大家平安。好，欢迎资深媒体人康仁俊，大家好；星光医院副院长洪子仁，大家好；还有公民老师黄义忠，各位好，大家好。好，我们摄影棚的另外一边，我们欢迎的是时事评论家徐清煌，各位好，大家好；以及台湾智库执行委员赖义忠赖老师，大家好。 好，现在距离 WHO 世界卫生大会视讯会议5月18号要开只剩下3天的时间。不过呢，台湾到目前为止还是没有得到邀请函。好，我们看到是现在在台湾有动作了民间团体率先是举办了一个国际的视讯会议，指挥官陈时中亲自出席，喊话我们要努力到最后一刻。另外还包括的是各国政要他们录了相关的影片，要声援台湾。我们一起来看。 The COVID-19 pandemic has caused a tremendous loss to the world. So far, around 4 million cases have been confirmed. 3分钟全英文，指挥官陈时中向国际发声，让台湾挺进 WHA。Taiwan, with the tragic experience gained in the SARS outbreak 2003, has been implementing a series of strategies that cover epidemic monitoring. 过去 SARS 经验为基础，在武汉肺炎期间，台湾防疫国际都说赞，但距离 WHO 视讯会议仅剩3天，台湾还没收到邀请。そうした知見は国際的にも共有されるべきであります。政治的な理由で排除は認められません。Two pieces of legislation have passed the House and the Senate that puts Taiwan back into the World Health Assembly. We look forward to your participation. You guys take care. 包括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弟弟岸信夫，还有来自日本、欧洲、美国等各国政要都录制影片，力挺台湾参与 WHA。有些地方筑起了高墙，但是我们还是要自己努力把它跨越过去。那这是需要一个长时间的努力，哈，不是任何单一的事件就能够改变的。我没有办法接受本来就不存在的东西啊！努力到最后一刻，外交部也持续安排与友邦进行视讯会议，实质参与 WHA， 要让台湾经验被世界看见。3新闻杨先林、吴信 SN 小组台报道。好，其实这一次我们看到说，美国有这个众议员，还包括欧洲的这一些议员们哦，大家写了这些信，为什么要挺台湾来参加 WHA？ 当然是这防疫这一块呢，他们也看见了。那么现在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正在召开记者会，今天比较特别的是哦，还有这个道具，道具是什么？是巴克巴拉。我们一起来看现场最新情况。是我们专家咨询小组的召集人张尚存张副校长。那现在就请指挥官跟大家说明一下，那我们这一天来工作的一个进度。我要绿色才行。好，各位媒体女士先生们，大家好，大家午安。那我们今天仍然是没有新增的病例，好，那累计哈387人哈解除隔离，好，那这没有什么新闻可以讲了哈。那今天就是哈，就只要大家看到这个巴勒嘛哈啊八哈八个乐哈，我们都是8天来大家都很乐哈。那怎么样能够例行防疫的新生活哈，让我们这个热可以哈持续的增加，好努力。那这是我们在啊很有意义，这是我们在应该是甲仙这个哈好在里面哈他们这些小农们哈所做的这个芭乐哈。那我很欣赏这芭乐，就每一颗都不同的样子哈，就代表台湾是很多样性、很多元性。好，那巴勒我们就继续在好期待了哈，期待继续都下去。那相关很多的这些哈开放的一些措施哈，陆陆续续哈也都在检讨中哈。那反正我们这是在日常的生活，除了这个谨守我们的防疫新生活之外，其余的哈在境内哈尽量都朝着哈可控的情况下哈尽量来开放，好，那以这样的原则在进行。好，那大家有没有问题可以提出来？指挥官好，东森新闻这边有两个问题要来提问。第一个提问是新北市长侯友宜在受访的时候说到，户外现在可以不用戴口罩了，想知道指挥中心这边怎么看。另外是，如果县市政府如果遇到疑似武汉肺炎的死亡的案例的话，目前中央有没有规定这个检体要多久之内要出来？那如果在检体出来之前，遗体应该要怎么样来安置会比较好？是要立即火化吗？还是冰存等等其他的方式？谢谢。我想，新北市侯市长讲这，我想是在标，因为他内容里面还是讲，就是说，好，健康的人不用戴口罩。那在户外的时候，好，那如果可以维持社交距离，那就可以不用戴口罩。好，那还是照我们的原来哈这样的一个大的方向在进行。有关这个疑似的这个病例死亡之后。那就是检验的部分，其实检验就是要看我们检验所的一个的检验的时间，还有他从这个当地检验采检之后，再送到这个检验的机构的一个时间啦。所以这个时间大概没有办法说，到底要多久之内要能够验出来。但是我上次也说过了，它并没有所谓的24小时之内必须要火化的这个一定要有这个规定，它的规定只是说有疑似病例的话，24小时内通报，那另外好，今天我们看到呢，陈时中他的开场白也蛮幽默的，他说今天好像没有什么新闻可以讲哦。我们今天呢，他们特别用的水果是芭乐哦，因为8天零确诊很热哈，是用这样的一个这个相关的象征哦。本土来讲哈，连续已经第33天都是零确诊了，就可以送到这个。好，我们要看的是哦，好，我们现在本土零确诊，而且各国呢，你知道吗？像美国还在烧哦，他们的情况虽然说疫情说是趋缓，可是他们的这个确诊病例数哦。143万起跳，已经超过这样的一个数字了。包括后来居上哦，这个其实不是什么样应该得意的事情了。俄罗斯他们其实十几天来哦，几乎每天都是增加1万多例，是这样一个情况哦。所以你看看台湾哈、哦，我们可以连续33天哈、哦，我们可以8天。本土都是零确诊的这样一个情况，所以呢，我们现在看到是好，世界各国在我们加入 WHO 哦，为什么这个邀请函还是没有来哦？所以看到是有各国都要声援我们，比方说像是美国有205位的众议员，还有欧盟国家、欧洲有106位政要哈，联名都写了信哦，希望说可以促成这件事情。我们要怎么看相关的整体的效应？嘉庆姐，其实今年哦，真的是史无前例的，这个我们所有邦交国哈、哦。全垒打，大家都主动替我们发声，这毫无疑问。因为我想，这个新冠病毒的防疫工作呢，台湾不但是自己做得非常好，而且行有余力还帮助了非常多的国家哈，不管是友邦或者是非友邦国家，只要我们觉得它有需求，我们就去除了送这个所谓的口罩哦，这个是已经是台湾这个 No.1 的品质嘛哈、哦。那除此之外，最重要的是说。有鉴于 WHO 它在这个从一开始1月份一连串的表现，因为没有做最好的一个的知会所有会员国，使得这些会员国大家现在心里都是有气难生呐、啊、哈、哦。那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呢，如果有反而是台湾呢不接受 WHO 的这个指导，然后我们自己呢这个提高警觉，自己做了周全的准备，哈、哦，提前的做了非常多的这个防疫措施。那因此呢，台湾得以在这一关当中呢通过了考验。那也因为这样子，我觉得 WHO 哈、哦、它有2个困难点。第一个呢，面子拉不下来；第二个呢，还是卡在一中原则。嗯，只要这个一中原则哈、哦、的紧箍咒在那个地方，我认为中国哈、哦、今年因为这个肇事者就是中国嘛，中国是更拉不下脸来。在这个状况之下，今年的 WHO 主要的题目一定是讨论新冠病毒的这个防疫工作。尽管 WHO 不敢把这个排到议程上去，可是我知道所有的会员国一定会有临时动议啊。威廉亚秋跟我要提这个案子啊，所有的会员国已经准备好了，临时提案已经准备好了，所以未来呢，前面的案子一定很快的通过，主要的案子都在临时提案里面哦。所以可以想见呢，今年一定也会炮声隆隆。就算台湾没有去参加，我跟大家讲，台湾今天没有缺席，绝对不会缺席，因为世界各国呢所讨论的内容全部都会集中在台湾。哦，所以即便台湾呢没有办法在今年，我相信啦哈，谭德赛哈那个紧箍咒缩在那里哈，他绝对不会放啦。在剩下3天的时间，他也就是撑一下，他也会撑过去啦。哈，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之下呢，我是觉得说，台湾今年即使没有办法派部长亲自去参加 WHA 的大会，可是今年的主角呢，绝对是台湾。台湾绝对会在那个过程当中，所有世界各国不只是友邦哦，包括欧盟所有的国家，包括纽澳所有的国家，包括欧美哦，这个尤其是美洲国家，通通会替台湾讲话，而且呢，讲的声音一定都会非常大声。所以呢，在上面哈、哦、很难堪的恐怕是谭德赛3条线，然后中国呢大概不断的要在那边说抗议哈、哦，因为老实讲，健康医疗是无国界的。可是中国呢，却偏偏拿了一中原则要来框 WHO， 这个就让全世界大家都看不下去了。所以今年台湾虽然没有代表在坐在那个地方，可是我觉得全世界都会感觉说是大家 WHO 欠台湾，所以我们在累积的那个资本哈、哦、跟那个力道会越来越高。刚刚部长已经讲过起风啊啦哈，起风啊的意思就是说，那我们要借东风嘛哈、哦，我们不要自己用蛮力。哦，今天用这样的方式呢，全世界大家都看到台湾真的做得很棒啊，而且还可以援助其他国家。那在这样的状况之下，这样一个专业的组织，国际专业组织，应当要向台湾学习，应当要请台湾来作为成员国哦的一个会员，这样子才能够贡献他们的力量。那所以我觉得今天在台湾的这个大家哦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说我们要持续保持这样子的一个防疫新生活哈、哦，这个持续要到什么时候结束哈、哦？要到疫苗出现为止，哦，所以虽然现在也许大家可以慢慢感觉到说啊，好像有比较放松一点哈，可是秋冬之际也有可能哈，病毒在台湾可能没有，可是我们是一个贸易岛国。 那一旦跟世界各国接触，还是会卷土重来。你看现在很严重的俄罗斯嘛，哈，所以我认为 WHA 呢，即便像俄罗斯跟中国过去的那种紧密的阶段呢，恐怕这一次俄罗斯也会发声替台湾讲话哦，他也会找他算账，好吗？没错，因为他卖给俄罗斯的医疗产品呢，不但是。 黑心货哈，而且还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隐匿很多的讯息，所以俄罗斯现在也蛮黑灯的灯哈，所以俄罗斯要请台湾去特别帮忙，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我是觉得说，中国这一次恐怕是会弄到草木皆兵。那他如果呢，在执意的不让这些世界各国来发言，这个就是陈述台湾的这个防疫成果的话，那我觉得他们。 激怒大家的机会会更大，他的大外宣已经现在证明完全失败了哦。那如果下个礼拜一旦开始 WHA 的大会再继续演出的话，我觉得哈，我们台湾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是要保持一个非常谦和的态度哦，继续用我们的专业，然后全民团结的力量来展现我们的高度。这样一比较之下，大家就知道说。 道理在哪一边？所以我是觉得说，今年台湾可能还是进不了 WHA 的这个大门哦。可是明年之后，我觉得情势会有非常多的改观，尤其是因为进不去之后，大家会注意到这件事情。那其实哦，我们前一阵子在讲说，各国都看到台湾防疫是怎么样的成功哦。那各国的媒体，你只要就是说人民看到这一些媒体报道之后，还知道说，哎，对呀、啊，台湾贡献这么多，他怎么会被拒于门外呢？我请教副院长哦，还有我刚刚说这么多写信呐，哈，他写信当然是一个政治动作嘛。但是哈、哦，收到信的人，我是谭德赛，我还可以继续装傻吗？我想这个他接到信的话，他现在的压力应该是会倍增啊。哈，原因是这样子哈，在这次的防疫哈，我们可以看得到哈，就是说从几个层次来看，都展现台湾 can help， 台湾 is helping。哈，你看哦，从我们国家的层次上，大家还记得我们的口罩。 哦，送到最需要的国家去，那这就是从国家的层次来看。但是从我们医界的层次，可能大家也没有注意。我跟大家报告一下，像这一个在防疫的这段时间，像我们包含像是、我先讲友院，像台安，他们最近也跟美国、加拿大来做防疫的这个视讯会议、专家讨论会，像中国医药大跟关岛来做这样的一个视讯讨论会，像我们的龙总跟这个越南也展开这个防疫相关的会议。那回到我们星光医院，在这2个月期间，我们起码也开过5场的视讯的会议。视讯会议的目的是什么？跟我们友邦，像是帛琉，我们教他们如何防疫，如何做好感控的动线，如何把这个防疫的工作做好。我们跟这个缅甸，那也跟他们的人在沟通，在医院上面如何把感控的动线是做好。所以你看，从国家的层次，从我们医界。 的层次，大家都一起在民间都动起来，甚至我跟大家报告一下，社团也都动起来哦。像很多的这个 Rotary、福伦社等等，他们在这次的这个防疫过程中，也捐赠很多的防疫物资给我们友邦国家。像我们帛琉也接受来自这个福伦社的一个捐赠哦，他们送他们这些口罩啦、呼吸机等等这些。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这次台湾在整个防疫上的表现，除了是说我们的成果让社会。 这个全世界所瞩目到之外，其实我们的国家跟民众、跟人民、跟医界也用具体的行动去展现台湾有能力能够来在防疫的过程中，在世界公共卫生上面占这样的一个角色的一个扮演。我想从这次的情况上，我们应该是有看到这样一个情形的。所以，医师，你说是特别的责任额的规划吗？没有。 我这个完全都是自发性的，对，就像我们医院，我们跟这个缅甸也好，或跟帛琉，就是因为我们平常都跟他们有一些往来，所以我们就主动发起这个防疫的一个会议，然后来告诉他们，哎，你如何裁剪，如何把这个防疫动线做好，那民众怎么做好防疫的一些工作，这些不是只有我们星光医院，我想我在这边还是要跟民众报告，在这次的过程中，台湾的医院，可能大家知道，台湾医院有400多家医院，诊所2万多家。 在这么多的医疗机构里面，全部都是动起来，包含我们的医学会，也是在透过各个医学会跟国外在展开医学会的过程中，也会分享台湾的经验。像最近，据我所知，像泌尿科医学会、像血管科医学会等等，也都透过很多国际上的会议，把台湾的防疫经验跟全世界的我们的医学的这些教授们，大家做这样的分享哦。所以我想，透过这一次的一个防疫，无疑的让全世界。 能够更了解到台湾除了医疗保险的这个医疗保健的这个健保制度办得不错以外，在防疫的整个作为上，也是有足以让他们可以去借鉴的一个地方。好，我们继续来看的是哈，距离这一个视讯大会哦，我们说剩下3天的时间。不过另外我们来看到的是哦，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哈，美国总统川普他在接受电视台访问的时候，他也被问到说，跟中国国家习近平的关系是瞎款，他说。 关系还可以，但是呢，我讲习哈，我准备给他恭维哈，不想跟他对话了。而且呢，他还讲了一个蛮重的话哦，考虑要中断美中之间的关系哈，一剩不掉掉嘞。他说可以省下大概5000亿美元。我们一起来看。 不止直接呛对中国不满意，最近接受福斯新闻访问，美国总统川普还说考虑中断两国关系。I have a very good relationship, but I just right now I don't want to speak to him. I don't want to speak. Many things we could do. We could do things. We could cut off the whole relationship. Now, if you did, what would happen? You'd save $500 billion if you cut off the whole relationship. 川普大呛考虑1刀2断，要来追究中国的病毒责任。 美国国务卿庞佩奥同样炮火猛烈，炮轰中国骇客窃取美国武汉肺炎研究机密，呼吁北京停止这类恶意行动。我们希望美方本着公开、透明、负责任的态度，及时回应本国人民的关切，切实采取有效措施，维护好本国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而不是一味的甩锅推责。 面对美国官员接连指责拒绝分享消息，导致疫情失控蔓延，中国外交部反呛谎言重复1000遍还是谎言。环球时报也来帮腔，批评美国太高估自己开历史倒车的能力，时间会对他们有所教育。 美国海军作战部长吉尔迪上将最近则是贴出军舰照，强调目前有6艘航母执行任务，大秀海军实力。美国防部长也贴出罗斯符号响应，还写下地球上没有其他力量能与美国海军相提并论。结果却被爆出罗斯符号因为染疫还困在关岛。疫情虽然逐渐消退，但美中两国的战情却在快速升温。本新闻黄春燕报道。 好，战情升温呢，其实现在某种程度是一种三角关系哦，因为呢，川普一直讲说 WHO 你就是在听中国的话哦。那我们看到的是哦 ，WHO 是不是要戳雷弹呢？先打一个问号，因为川普现在他提前预告，他预告一件事情说，下个礼拜我可能就要宣布世卫相关的声明，这听起来有点笼统哦，但是呢，进一步读下去哦，他在4月份的时候就已经宣布说我们要暂停世卫提供资金哈，紧握被后利也好，银弹我先断掉，而且呢要进行审查哈、哦。那也提到说哈、哦，审查。 它的涵盖内容有什么呢？包括世卫你管理不当，还有掩盖疫情的这一个部分。川普他也批评说，哈，哎呀，我们美国每年提供比中国更多的资金，但是世卫却是如此的轻松。其实我们可以想见，哈，5月18号、5月19号，世界卫生大会真的是会炮声隆隆。来，仁君哥。 我觉得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当然大家还是期望，就是说台湾有机会加入，不管是 WHO 或者 WHA 这样的一个国际的组织啦。哈，事实上，你如果看每一年，我们每一次在这个所谓的相关的这些团体或者是这些组织开会的时候，其实台湾过去很辛苦。 为什么我们每年都要派我们这个代表团？虽然不能进去，但最少我们在外面都要表达说，我们希望加入这样的一个声音。以前我们也曾经派过很多的这个，找过很多的这个单位啊，或者是这个团体，希望在这些地方或不同的国家替我们去游说，然后呢能够提案去支持让台湾加入。曾几何时，到了今年的时候，我们没有看到说啊，我们还要再去派谁。当然我知道这个努力其实都还在做。 但是它更特别的是，你可以看到许多的国家，包含到美国，现在看起来它的参众议员全部都不约而同的去表达了，希望让台湾可以加入这些组织的这个地方。那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其实不是透过游说啦，因为你要透过游说，要把这么多人全部搞在一起，那个可能力量要很大。那起因当然是因为这一次这个所谓的武汉或新冠肺炎的这个疫情，导致全世界都注意到了台湾其实在公共卫生体系上面所做的这个努力，而且是已经有一个成果。所以我必须比较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就是说，当然，我知道，我很多台湾民众还是希望美国除了这些所谓的议员啊，不管是写信啊、打电话啦、或怎样，美国能够在正式的场合上面以美国的立场替台湾提案。 我认为这个当然会有更具有指标性，但是吴钊燮也有讲了啦啊，吴钊燮讲说，在这个阶段里面，其实他也尊重美国的做法，因为比如说你刚刚提到说美国那个川普是不是接下来又要再发表什么东西，或者没有人知道他要干嘛，他就是个商人，他的商人性格就是这样，所以他到底会怎么样对台湾有利？我认为这个我们不去寄望他啦。为什么？因为这个很实质的。可是如果当我们看到在这段时间有那么多的国际友人不断的在帮台湾发声，而且这些人，你看我们以前去讲这些人的时候都要讲说哦他是亲台的什么什么参众议员，现在也不用特别强调亲台，是外交众议会的什么台湾主席这一类的，我们现在都不需要特别去强调他亲台了，因为你看起来每个都亲台，所以我其实觉得这个其实才是我们在这整个事件里面看，我某种程度我赞成刚刚嘉欣讲的啦，就是说台湾其实在这一段时间累积的资本。这个资本是过去我们希望透过很多种方式所达到，可是我们其实说真的，那么多年下来就走到那个样子。那到了今年有一个不太一样的这个方式，能不能延续到明年，我不敢这么说。但我认为我们的相关单位还会再继续的努力，而且这些努力，我相信对于这些国外的这些朋友，或者可能他过去不认识台湾的人，最少在这一波的疫情里面，一马展开攻。中国大陆旁边有个地方叫台湾，那这个台湾其实在防疫的这件事情做得很棒，包含到今天把它拿出来，我相信明天大家又在期待说明天会拿什么东西。刘腾钧哥，因为我们现在透过比方我们的友邦啊，或者是国外的这一些运作那还有一件事是这个中国的外交部的发言人赵立坚，他是讲说你就接受一中原则啊，这个很简单啊，你只要点头答应这件事情的桂冠啊。陈时中是讲说，我们没有办法接受本来就不存在的东西。是啊，那这个议题其实，在台湾来讲不会存在啦。那你如果再回来看，在国际上面，其实这个议题也不会存在。我就说，当你看到这么多的国际友邦，他们其实在针对台湾加入这些所谓的国际卫生组织或者相关单位，你知道，他们没有把政治的立场放在前面。所以，当你中国大陆现在开始提出来讲说，我要用你，如果你们答应这个政治立场的话，我们可以往后面谈的时候，你认为对于国际观感或者在整件事情上面，大家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想法？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台湾在过去一直是希望说，你不管是加入什么 ICAO 啊，或者是我们加入这些所谓世界卫生组织，我们都希望是把政治的东西放到一边去。那如果中国大陆在今天这个地方的时候，而且为什么世界各国会希望台湾加入？是因为把台湾跟全世界各国的防疫来比的时候，最少跟中国大陆比，你就会发现台湾 OK 嘛。台湾到今天为止可以拿8大出来，中国大陆却告诉你说它有可能会预示2次传染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它接下来又有人什么倒在路边了，或怎样，开始陆陆续续又有人封城。这才是今天在谈论这个公卫体系上面，真正台湾在这一次里面做到了把政治放到一边去，把所有的东西往上提。台湾没有拿这件事情出来要挟大家说，不好意思请你们世界各国认同台湾，请你们世界各国把台湾加为盟邦，请你们世界各国让台湾跟台湾建交，我们才告诉你讲说，我们是怎么样防疫的。台湾不干这个事情嘛，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可以在国际上面为什么会被肯定，是因为我们有一些比较。我曾经就讲过嘛，没有比较没有伤害，但是我们台湾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做到的是没有比较没有骄傲啊。所以我觉得，如果中国大陆在这一段时间里面还是不断的去认为说，台湾要加入国际组织，就一定是要认同他的这个所谓的一个中国的政策，或要求其他国家。其实这个过去中国大陆都做过很多嘛，他都会告诉其他国家说，你不好意思，你要就选择中国，要不然就选择台湾，你没有第二选择。那你看在这次疫情上面，国际之间有要走这一条路吗？有要走这种游戏规则吗？其实没有人要这样子的这个配合。的确，现在没有人要配合请教一下赖老师好，其实我们说，美国、欧洲都有政要跳出来来挺台湾，写信也好怎么样？不过呢，有人吐槽他吐槽的是说，你下坡让我身边好，因为写信他的可能是有这个压力，但是呢，不代表正式的提案。所以呢，我今天看到有一个观点是讲说美国如果你真的挺台湾的话，你就提案啊，你没有提案，你只是写信的话，恐怕有打假球的味道赖老师要怎么看？我们怎么分析来这个局势？我觉得像这样的观点，他就是说他看见树不见林基本上现在刚才所出现的问题就是说，在过去台湾是要拜托人家你要支持台湾，然后面对中国对中国可能的反应，我们还去说服人家中国它的可能的报复应该不会那么严重，所以跟台湾之间要做朋友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可是现在呢，是中国他要跟其他国家讲说，你不可以跟台湾做朋友，不然的话我要怎么对付你？所以是中国他去跟他证明说，我真的会有可能做什么样的事情，那不然的话，那个别的国家基本上是想要跟台湾在一起的，所以现在主客的情势是在意味的。那结果现在竟然有人跑去在那边计较，就是说到底要透过什么样的形式才是打真球打假球？那我是觉得他对这整个环境上面巨大的变化，他没有去注意到。那因为刚刚我们的副院长也提到，就是很多的这个视讯会议，今天早上我刚好参加一个那现在其实视讯会议它有一个特色，我相信很多有参加过的都会有这样一个感觉，就是一开始就是主持人都会先讲说，哦，我们今天有来自台湾的朋友，台湾好棒好棒好棒，然后先把台湾夸了5分钟哈。 然后我在那边也就不好意思，因为实际上我也不是那么懂。然后接着开始大家就讲说台湾有什么经验啊，台湾有什么样很好的事情啊，怎么可以做？所以我觉得像这一次的那个状况哈，有关于台湾的国际组织的参与，当然现在这几天的目标是在 WHO 上面 ，WHA 的这个观察员。可是因为在这个事件里面，实际上台湾向世界证明出我们是一个很有能力的国家，我们的国民素质非常的好。 台湾之所以能够达到今天这样的成就，除了说政府的这个领导，然后我们防疫团队的共同的努力，还有包括我们全体国民哈，那高度的配合，而且是非常高素质这样的一个合作。所以说，在全世界来讲，我们基本上就是在这次机会里面，证明了台湾是个非常非常不错、有能力，而且是一个优质的国家。那这个优质的国家，自然而然其他国家他会愿意想要跟台湾做朋友，他从台湾这边学习经验嘛。 那我这边就要讲说哈，实际上当这个有关于国际组织这个参与的时候，今天大家看到的是，例如说美国他们领衔哦，有关于支持台湾参加 WHO 的观察员，但实际上如果说我们看到在未来很有可能这样的一个外溢效应，它会外溢到哪里边？它会包括像那个 ICAO。 像国际民航组织或像国际刑警组织等等，这其他的这个单位，甚至呢，我们也知道，在美国的这个驻联合国的代表团，他是不是也在这个一天一推特里面在支持台湾的时候，他有提到说，联合国不让台湾涉足，他 set foot on UN ground 嘛，哈，不让台湾涉足，这个是对联合国他以及对台湾人民他的这样的一个冒犯，哦，他原则的冒犯。 所以说，现在实际上我们所看到，已经它的状况啊，已经不仅止于 WHO 的单一的议题，它开始外溢到其他的国际的组织、国际的单位，甚至包括联合国本身。那我觉得这个未来的发展是需要去注意的。那再来一点就是说，我们也知道，就是从那个疫情到后疫情时代哈，中间这个时间可能不会像说 SARS 那个时候我们有个断点，例如说在7月一下就没了哈。那所以说很多事情可能可以恢复到原来。 那所以说，现在我们所看到的那个，大家会预期到从疫情到后疫情中间转换这长期的时间呐，因为每个国家它的这个 recovery 就是它的这个恢复到状况的那个速度不太一样，会变成说像台湾或某些国家可能做得比较好，那有些国家可能会比较慢。那这做得好的国家要等那些做得比较慢的国家回来，大家在一起吗？不太。可是说到等哦，很多国家等不及，尤其美国领先哦。川普说，我们有很多事情可以来做，包括跟中国切。 阶段整个关系，这背后代表什么意义？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回来继续讨论。台湾企业龙头大厂台积电这一次它有惊人之举，哈，绝对震撼。它宣布要在美国的亚利桑那州设厂，投资的金额高达3600亿台币。这个消息出来，震惊相关的业界。我们一起来看。 晶圆代工龙头台积电闪电宣布将在美国设厂，位置就在亚利桑那州，震惊相关业界。从产品、产业结构和创造就业等方面来看，台积电在美国建厂的计划远比鸿海的威斯康星面板厂计划合理。在美国联邦政府和亚利桑那州的支持下，台积电整起投资案的金额将会高达台币3585亿，采用5奈米制程技术，规划月产能2万片，2021年动工，2024年量产。Here, TSMC researches and applies a wide variety of process technologies to manufacture high-quality integrated circuits for customers. 但其实台积电并非首次在美国落脚，华盛顿州卡马斯市就有一座晶圆厂，德州奥斯汀、加州圣何西也都有设计中心。这次加码建厂，不但能在美国增加1600个就业机会，在美中情势日渐紧张的情况下，更有可能带动全球产业转移。 三立新闻中午好报道。好，我们刚刚看到的是台积电，它要在美国投资设厂了。这显然呢，川普政府也是有使上一些力哦。那另外我们看到的是，好，针对中国清算的这个部分哦，川普他说有很多事情是可以做的，包括全面切断关系。有时候觉得看起来好像小学生哦，跟你切8段哦，快来等聊聊。但是呢，国家跟国家之间哦，这不赶快的艺术哦。好，他讲到说哈，如果我真的跟这个中国大陆哈把关系整个切断的话，如果这么做可以让我们省下。 5000亿美元哦，然后这一个节目的主持人又继续问他说：“那清稿姐，你最近跟这个习近平有没有要通话的打算？”那川普他说：“我跟他的关系良好，在后面补一句哈，但是现在我不想跟他通话。你有没有觉得说他讲话都是艺术啊？我们怎么看哈？说要整个切断关系，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国际局势？川普有时候讲话就是你现在想看起来像小学生在斗嘴，对，哎、欸，我跟他联络，但我现在不想跟他见面。可是他虽然是这样子，这种比较嬉笑的这种风格，但是他做出来的决定是非常的可怕。你看他之前说跟中国说贸易战，奥巴马讲半天也不敢做，川普说卡就卡，他所以现在大家知道说他在那边开玩笑，一共为几呢？就是那所以像包括这些最近啊，你看如果他们包括因为川普要选举嘛，哎、啊，起码美国疫情这也很丢的，所以。一路在这宫格，他把他的对手拜登，民主党的拜登打成什么？北京拜登，就是讲你就是北京拜登啊，但是另一挂就把他打成亲中派的，对啊，所以那这个过程中，那你说怎么又扯到我们台湾呢？为什么突然莫名其妙冒出一个台积电？我跟你讲，疫情会改变很多事情，疫情改变了世界的结构，也改变了台湾的地位。过去台湾在没有这个疫情之前啊，那你刚才讲的亚细亚的孤儿，可以用糟蹋，可以用棒散，不然被惨了。但是从1月开始，这个所谓的武汉肺炎疫情开始以后，台湾这个被抛弃的孤儿呢，我们自立自强，奋发向上，最后还拿到了总统教育奖。哦，世界何德乃好励志的故事，对，非常励志。励志到什么程度呢？俗话说，德不孤必有邻，就是因为台湾这样的一个。自立自强、奋斗的故事，甚至还帮助了其他这些世界的强国，所以大家感念在心里。你看，美国白宫戴的口罩是哪个国家送的？Made in Taiwan。相反的，中国送出去的口罩被退货，中国送出去卖给人家的快筛试剂，说那个成功率只有3%，又被退货。所以你就知道说，这就是两相对照之下。所以有一种东西就是说，人家说过去硬实力哦，国家强大啊，你有军事、经济的等等。但我们台湾用软实力、用文化、用德性，这个东西让各国去看到说，哎、欸，台湾。所以你看，你说这一次 WHO 这我根本不意外啊，因为各国都印尼的表现已经这么好，而且你又谦卑，你不是说送你东西的时候要强迫人家说，那你要支持我什么进入联合国模板，我们就是纯粹就是一个帮助的心态。所以人家受到感动以后，人家自然而然就会在 WHO。那虽然。显然，中国为了他的面子，他今年是不可能让台湾加入 WHO。可是说来也奇怪、，WHO 是世界卫生组织底下的世界卫生大会，基本上刚才变成是 CHA 中国卫生大会。第一块，基本上我们要参加这个，还要你世界各国哎，会员那么多，大家都同意，结果你一个中国说不，然后我们就台湾就不能去。我想这种东西，你用霸道的心态，各国都看在眼里。就像一开始嘉欣姐讲的，虽然台湾这一次显然应该是没有办法参加 WHO， 但是台湾很明显的会成为2020 WHO 的最佳男主角，因为我们就在这里。虽然你看不到我，但是我一直、那个你知道我，镁光灯都是打在台湾的身上。所以你看谭德赛一日的行吼，平安摸摸吼，没事就他顶多就骂个台湾，然后。曾几何时，台湾面子大到可以让 WHO 的秘书长开记者会在那边痛骂。虽然他骂的东西，那个当然是种族歧视，他是乱骂一通。可是你就可以想象说，台湾这个总统教育奖的优等生在防疫的表现，让各国的让中国跟那个 WHO 的压力有多大？好，我请教一下清煌，从财经的观点来切入哦。台积电到美国去设厂，选定亚利桑那州，这一个后面呢，代表是什么样的意涵？好，我们可以发现，台积电确定要到美国市场这件事情，其实他已经讲了2年多了，但是对台积电来讲，一直都很挣扎，一直都很犹豫。但是我们在今天看到是台积电自己发重要的公告讯息，告诉大家说，台积电宣布有意在美国设立先进晶圆厂。那么这个东西为什么意义重大？是因为它是由台积电自己出来讲。那这个地方呢，我们还要给各位看的，除了台积电之外，另外一个重要的讯息，什么重要的讯息呢？因为台积电去宣布设厂，有人说这是基于商业的考量，因为老美要你来。但是另外一个重要的讯息是什么呢？是我们看到美国的国务卿庞佩欧他怎么样呢？他自己发了推特，而且才不久之前发了推特。那美国的国务卿庞佩欧发这个推特，他讲什么呢？他讲说，台积电到美国来投资这个120亿美金，3000多亿台币，他来是要协助美国在围堵中国的科技扩张。所以你有没有发现，连美国的国务卿都帮台积电自己下了这个注脚？所以你会发现，这个东西是美国它战略上非常重要的一环。那美国为什么有这个非常重要的战略的一环？而且美国这个是宣布跟中国之间贸易战之后一个重要的战略格局，为什么？各位可以去想一件事情哦，所有的科技商品哦，一定会用到晶圆。那么这个晶圆，全世界技术最先进的，不外乎就只有3个厂商。这3家厂商呢，就是台湾的台积电、韩国的三星以及这个美国的 Intel。但是这3家在晶圆科技技术的竞争过程里面，你会发现到最后走到3奈米、5奈米这么先进的制程里面，全世界只有三星跟台积电可以做而已。那么在这里面，你想想看哦，对于美国来讲，它的国防部、它的军事要用的电脑要用到晶片，它的雷达要用到晶片，它的战略武器包括战机、军舰都要用到晶片。那么这些都要用到晶片里面，美国可能把自己的命脉交到中国手上吗？当然不会嘛。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美国过去这几年来都希望台积电可以到美国去设厂，尤其是去年开始变得更为焦躁。为什么呢？因为在晶片战争里面，发现 Intel 其实慢慢的在里面慢慢的落后，到最后发现台积电走的技术最先进，所以有人业界里面哦这样讲，台湾有两座重要的护国神山，一座是我们的玉山，另外一座就是我们的台积电。因为台积电在这个晶圆制程里面技术够先进，所以美国会希望说啊，你技术这么先进，那你就不要怎么样呢？不要让你有任何暴露在中国威胁下的可能，所以你最好到美国来设厂。那我美国放心的把订单给你，那这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意涵。那另外一个更重要的意涵是什么呢？各位去注意看哦，台积电虽然在中国南京有设厂，但是台积电在中国南京厂的制程是16奈米，是12奈米，真的最先进的7奈米的制程、10奈米的制程放在哪里？放在台湾。然后你去看台积电在这个公告里面讲，他要到美国去设的是几奈米的厂？它里面关键告诉你是5奈米的厂，所以其实美国等于是透过这个东西在宣示什么呢？我要最先进的技术呢，在我美国。然后呢，如果今天美国有需要的时候，特别是什么？各位要注意两个层次哦。第一个层次是美国让台积电到美国去设厂，对不对？但它还有第二个层次。去年美国其实一直有另外一个讯息释放出来，希望台积电呢先进的制程跟技术不要供货给中国跟华为。那么在去年呢，这个讯息不断的被释放出来。那当然对台积电来讲，它是一个市场，对它来说这个订单它不能失去。可是呢，美国现在告诉你的讯息是，如果它真的有需要的时候呢，你要配合它。所以美国其实是告诉你一件事，它要在技术上掐住中国的咽喉。如果它真的有需要的时候呢，技术上它可以掌握，然后你中国不能够掌握这个技术。所以你要去看美国释放出来的讯息。这也是为什么今天哦，当台积电发了公告之后呢，美国非常快速的，美国的商务部的部长告诉你说乐见其成，然后呢，美国的国务卿这时候也出来告诉你说，感谢台积电配合他们在围堵中国的科技扩张。所以你看，他连战略的意义，美国都帮你解释完了。那你想想看，美国这个东西是一个明确的符号，他在告诉你说，一场中国跟美国在战略格局上的对抗或是竞争，它正在开始。好，美国招手台积电，而且呢是终于成了，在今天已经宣布了这个消息。不过呢，消息背后还传出说，小英总统他也是背后的成功的一个推手，是什么样的内幕？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回来继续讨论。哦，真的拖了很多的时间，1-2年左右，终于拍板，就是台积电它要美国去设厂哦。那这里面传出说，小英总统也是幕后的一个推手，是什么样的内幕？嘉晴姐。事实上，大家都知道说，过去张忠谋先生对于蔡英文总统就是非常支持，哈。那其实他对他的支持呢，来自于说长期对他这个人的了解、人格的特质之外呢，其实也是蔡总统对于台湾安全的问题，他有非常深刻的认识。他知道说，台湾就作为一个世界的经济体的一部分哦，他过去在做贸易谈判的时候，他有非常清楚这个价值概念。那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就叫做细盾。也就是台积电现在所生产的这个半导体的这个晶圆，哦，这个晶圆的核心技术呢，台积电一直非常清楚说，它不能外流，它必须要把它的研发中心，把它所有最精华的这个研究人员都留在台湾，是因为基于这个安全的需要，所以它即便要去国外做投资，像之前包括这个联电早就已经跑去中国设厂了，对不对？结果设厂的结果是被中国的中芯啊等等其他的东西就拼过去了，压倒了哈。那所以像台积电这样子，它不断在研发的过程当中呢，它很审慎的评估，所以它说要去中国设厂这件事情是评估了10几20年，结果一直到现在都可能也不会再去了啦哈。可是这一次会去美国哈，这绝对是有国家安全需求的思考在内的，他要去投资，不是说啊简简单单啊，我只是要花5000亿台币啊，好，然后去美国的某一个地方而已。每一个地方的落脚都有它特别的意义存在，啊，为什么是在阿里宗纳这个亚利桑那州？啊，为什么不是在加州？啊，为什么不是在这个什么威斯康星州？对不对？这个鸿海就去威斯康星州投资啊，哈，所以。 台积电在做这件事情，今天用一个公开新闻稿的方式来表达，是表示这件事情是已经水到渠成，而且他们势在必行要去做的哦。所以2023年呢，它要开始量产。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事实上是经过了这4年当中哦。 蔡英文的这个国安团队已经经过非常审慎的评估，因为毕竟哦，这个我们在讲说台湾的矽盾哈，它是供应给全世界60%、70%以上的这个晶圆的这个提供的哈这个制造厂，那而且它是可以客制的，比方说你今天你需要怎么样的一个晶圆，那台积电就会为你特别去研发哦。那以这样子一个能量来说呢，如果台积电把这个能量 放到这个其他国家去的时候，相对的会对台湾产生有某一种竞争的效应哦。所以我今天要讲就是说，当然蔡总统做这样子的一个评估的结果呢，是认为说台积电在分散风险上面，某种程度也是可以提高台湾某一种的安全的系数，才会在这个过程当中让台积电去到美国。它也是有战略上面的意义。但是因为今天哈洪副院长哈他其实是工位方面的专家哦。讲到工位方面专家，其实陈建仁副总统他也是工位方面专家。但是呢，最近有一个议题哈，大家看。 吵架人说，哎，他是择优退休这件事情，我觉得对他是蛮不公平的，你知道吗？以他的资历来讲，哈，在公卫系统来讲，应该是有很多的这个国家哈专业的企业哦，可能会捧着大把的钞票来找他，应该是这样子才对吧？我想哦，今天是2020年的5月15号哈、哦，今天我们国家又通过了一个亚洲第一步，好、哦，亚洲首步，也是因为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的关系，大家催生出来的这个新的一个立法院。 今天3读通过，就是公共卫生施法哦。那这个法事实上呢，已经立法将近超过20年哦。那在这个中间的幕后，我想最重要的推手之一就是我们的陈建仁副总统哦。事实上，我们陈副总统哦，我跟大家介绍一下，事实上他在美国，他就是在 John Hopkins， 他是念公共卫生博士，所以他从美国回到台湾之后呢。 事实上，他在当年呢就写了一本教科书，叫《流行病学》。这本《流行病学》是所有在医学院里面的学生，不管是医牙、药护、工卫、各个研究所跟科系，一定要念的一本重要的教科书。一直到现在，都还是。而且我们这次的这个公共卫生师法通过以后，大家要知道，如果你要取得这个公共卫生师，就像医师、护理师、营养师，你必须要修满18个学分。18个学分里面有一个学，其中有3个学分就是流行病学。那流行病学谁写？就是我们陈副总统写。那陈副总统他回来之后，除了写这个教科书之后呢，他事实上呢，在我们学术界，其实在我们医界大家都知道，他在台大担任非常长的学术研究的工作，包含从公卫所。 然后呢，这个预防医学研究所到公卫学院，那都可以看得到我们副总统的身影。那之后呢，他到中研院担任了副院长这个职务以后，也致力于台湾整个在流行病学角度的这个学术研究。所以在这一次我们的这个公卫的这个卫生施法的通过，陈副总统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之外，也可以说是幕后推升台湾整个这个法律通过一个最重要的推手。好，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回来再继续讨论。4月15日，韩国瑜走法律途径声明说要暂停罢免投票，而且呢不死心哦，之前已经被驳回一次了，他又再次的地状啊，不是说跟党主席江启臣已经讲好了，说哎我们有几个原则，我们要低调处理，我们不对抗，我们不动员，来当做是一个应对的方针吗？ 啊！你现在做这些动作是哪门子的低调？还有呢，这个是李来希哦，他用泯灭人性的说法来批评小灯号妈妈，他其实也是帮倒忙，而且呢，传出说、哦、这个认为应该是反倒帮罢韩这一边哈、哦、又多拉了几万票。另外是即将要卸任的副总统陈建仁，他放弃卸任礼遇，回归中研院去工作，没想到居然这样也要被骂。休息5秒，马上。